威廉的脸都绿了。没审没审，敌人敌人，快攻击他！这是问呐，这是问呐。听见了？是谁呀？应该是问。这个是啊，还是 Peter？ 这是问吗？他不是问，他不是。你是谁 ？Mason 呢 ？Mason 不是 Mason 在那里呀、啊。这个是 Hans 啦。反攻啊！去装子弹，或是想办法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，你要被攻击了，你的屁股。那个后面的爸爸说来一把枪。王天宇可以换子弹哦。哎，那边有个，哦，威廉好坏哦！我是，怎么这么爱？这个哈，有需要这样吗？爸爸出去！哎，结果他第一个哭的啦！谁哭的？没有啦，我说，妈妈说他不是很厉害吗？我说，结果他第一个哭的啦。快点先蹲下！好可爱哦！快点，我拍到一只哦！你要打子弹吗？快点，小心哦！哦，那个头在那是绿的，真的搞不清楚谁是谁，要很认真看。到底有没有中啊？隔着网子很难。哎，你冷静啊，你也冲动哦！人走了啦，赶快往前的，没事啊，往前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不怕，超强的。那你站在里面，对他来说就怎么感觉？拿蚊子叮一下呀！妈妈，你冷静冷静！快点！哦，这个是谁呀？打！明明就是 kiss 的哦！你们怎么给人家拿小孩，忍不住啊？没有子弹，你知道干嘛吗？没有子弹，去后面补子弹呐、啊！子弹要拿枪托了，好不好？就是那个奥斯汀，奥斯汀。当兵不是这样吗？拿枪托了。哦，哎 ，Mason 还跟人家 say hi 耶，打我，打我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你要去哪里？还有人有子弹吗？不可能啦。都没子弹了啦。瑞丽，那些当迷彩的，妈妈一岁，爸爸一岁，然后去哪？去帮别人，在那边。对啊，爸爸只能躲。我们看到他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哦，出来了！快点攻击！对呀，出来了，快点！对呀，他们一直躲在那。卢卡斯，快点啊，这边！哎，这几人？敌人来了！这一位躲好。你们自己很会玩呢、欸。先看准再打。你儿子啊？我知道。对啊，哦，好可爱哦。你看，枪是不要抢走的。哈哈哈哈我老公最爱玩这个了，很刺激啊！还有一点那个，太可爱了。